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哦，指数就不用看了嘛，起手都被杀垮掉哦。打刚又台积电哈、哦，那所以说呢，我之前的节目上面我也跟大家谈到过嘛，哦，这个520，我们小英总统啊，你看这就知啊嘛，无剩几天啊，今天十五啊嘛哈，剩五天啊，到礼拜一哦。小英总统卸任的那一天，会不会是史上最高？哦，反正我就讲话就讲得很清楚了、哦、当然我个人认为小英总统这个，你说他这八年来讲政绩是真的不怎么样、啊、哦，真的不怎么样。但是呢，说真的，这个股票那可是 incredible 哦。Super Star 了，对吧 ？Super Star 哈、哦，那我想呢，这个小英这八年呢、啊，说真的，这个不管任何，从我觉得这八年下来，小英总统对于股市最大的一个，就是他让他涨成这样子，再说一万二涨到两万二，大概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一万哎，不止一万二 哦，反正就很低了。因为马英九总统，那我们要算八年，我们不能算四年前。马英九总统那时候到八九千呵呵，八九千了哦。不过说真的，马英九总统在的时候也没什么天灾人祸。这个一个阿扁啊，一个然后民进党执政的这很多的天灾哦。呵呵阿扁啊就来个921了，现在小英要临别秋波过来，跟你来一个0403了。那我觉得民进党可能就是，所以小英总统，我倒是觉得他在这个股市上面，他用了两招。哦，可能不管是因为财政部长厉害，还是他有那个命格，一招就是把这个当冲降税。这个是在过去台湾的总统里面没有用过这一招，当冲降，他要鼓励当冲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民进党他这个，我觉得也不知道是天命还是真的，就是民进党有人才，这招很厉害的，全世界大概很少用。一般人家都鼓励人家长期投资嘛，所以你比如说买 ETF 啊，这个就是鼓励长期投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小英总统在顾立雄的时候，倒也不是现在的黄天牧啊，顾立雄用了一招叫做。当冲降减税减一半，这个就鼓励当冲，鼓励短线，所以等于是他不鼓励长线的。但是呢，他这一招非常厉害，就是他非常了解到台湾的人的个性，喜欢赌博，所以他这一招用下去了以后，当然你短线做多了，长线自然量就出来了。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的，我觉得神奇的一招。这个是在小英这八年下来非常厉害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。我们也要归功于美国、啊、对美国，不管这八年下来，不管是特斯拉曾经涨过一波，到现在的 AI 又涨一波啊，甚至苹果也不错，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台湾股市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的拱起来。哦，那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很厉害的，就是这一年下来，搞个 ETF。哦，然后就把这个指数，这一招又更厉害了。可能我觉得小英总统的这个命格，再把这个指数再攻到两万二，等于说一万二，小英我们讲一万二就好，一万二攻到两万二。所以以前那个12682已经不知道去哪了，那个以前叫做天，以前李登辉、阿扁啊、马英九那叫天险的12682，现在12682变成全台湾股票未来。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最大的底部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。哦，所以当然我们不管怎么讲，我们要给小英总统拍拍手，拍拍手。那有的人会觉得说他做的方法很对，就是我刚才讲这两个方法，但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命格的问题。哦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好方法，而不是。哦、所以我常在讲说，为什么今天大陆我并不看好，因为大陆不是说政策不对，是你一看你习近平那边做皇帝嘛，因为做皇帝你也看习近平的政策很好，我认为什么都很好，讲的都很有道理，也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最强的
最厉害的这个总书记了嘛，对。但是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要当皇帝，你当皇帝这个问题就变成说像一个水管一样，他堵塞了。因为下面的这一群人，他等于就是我今天不管做再多也没希望，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当总书记。所以这一点会造成中国大陆未来这个股市啊，你反弹什么恒生啊那些的，上海深圳那反弹要赶快卖。我认为那个恒生以后都会到10000点，我讲话人家都不相信，因为你这个，我认为习近平最少要再做3届，他少说要做到背斩回一雄。所以他这个堵住了以后，变成说你下面的人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要一个换一个，一个换一个，那人家就觉得有希望啊。就像我今天简单的讲啊，侯友宜就算这次选输了，柯P选输了，但是他还是觉得人生充满美好。为什么？人性嘛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是你先反观你到中国大陆去的话，对，你习大大的政策很好，习大大所有的政策可能都是 perfect， 我们不要讲政策不好啦，然后很好的，但是问题是啊，我下骹我这些人准备接班的这些班底，我怎么办呢？明天我没有明天呢。那他下面也带了一群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下面也带了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人呢。那这一群人更觉得啊，怎么这边重杀的啊，习大大的，所以不是政策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所以中国大陆，我认为那反弹都得卖。哦，那是台湾不一样啊！你不台湾，你不管阿猫阿狗来，反正大家都有希望，你谁来干都一样。哦，所以我认为台湾啊是不得了的。所以以后人家说，哎，台湾呢，也干弄啊弄啊弄啊，我就觉得很好啊。但是我认为小英的命格是更好。哦，属猴的嘛，我曾经跟大家讲嘛，几个生肖嘛，属猴的、属猪的、属蛇的，还有属老虎的，哦，这四个。绝对是 leader 的 leader，哦，但是属猪的最差了。这四个里面属猪的叫猪猴嘛，猪八戒你知道吗？猪八戒有没有听过？猪八戒也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员，啊，对，那当然最强的就是齐天大圣美猴王，哦，所以猪八戒看到美猴王这个齐天大圣，你这个又攻哇，陈老师在攻肖威了，对吧？哦，那这样他就，哎，师兄，师兄好，师兄好，哎，师兄好，另外，啊，对啊，今晚看了再，师兄好，对，师姐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，所以我就常跟你讲，台湾的这个命格啊，也是如此。哦，今年你说我有什么这个啊，这样翻云覆雨啊，天灾什么的，这一条龙啊，在下面要滚。那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来。就赖清德接下来520之后，他有没有那个命格？哦，你不要一直在跟我讲技术分析啊！你不要一直跟我讲技术分析。赖清德520就剩5天了，他上来，小英把他拱到历史最高点，小英卸任的那一天会出现。最高最高的那一点，武则天，对不对？最高点卸任的那一天，举国欢腾，22000，大家鼓掌，小英棒，那有可能。但520、521呢？哦，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，521呢？啊，当然啦，赖清德上来也是要拉，呵呵，他想拉，对，阿扁也想拉，马英九也想拉，拉不起来。哦，这个就是变成赖总统的天下了。星期二，下礼拜二，很重要了。涨还是跌啊？520，哦，我们就给他算了，22000了。小英你厉害了，22000了，8年了。我们就讲不要10000了，应该也差不多10000了。我看马英九干完大概这就是9000而已啊，我们给他10000到20000。哦，所以的确小英总统在历史留名的嘛。
你马英九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跟大陆在那边有的没有的，你就是不行啊。对，不要再丢人现眼了。你股市，你看看你马英九阿扁啊，你们的股市，我当老师当了40年了，李登辉算还不错呢。对，冲到12682，从阿扁啊，从马英九那个指数从来没过9000过。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讲蓝绿的问题，人家的确小英22000，1万到22000，哦，没话讲，哦，这个就是很厉害。好，接下来赖清德五二一以后呢？哦，那我给大家哦，我这个人我是比较中性的，中性你知道？哦，我想我大概平平。我们不要讲大凶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讲这个啦，我们也不要讲大吉啦，我平平，哦，平平，哦，我的看法啦。但是小支股票，小支的，记住喽，神龙摆尾，上半年龙头开始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，那么多的 ETF， 该买的也都买了，那么多的放。该买的也就买了，那些 fund manager， 那些 ETF 的 manager， 他要丢进去，现在一天上每天成交量都5000-6000亿了呢，像大家注意赶快嘛，那这些人他也饱满了嘛，会买 ETF 也就会买了嘛，会买那些所谓的 fund， 会买那些的基金也都买，钱丢进去股市也都丢了嘛，丢完了，把小英总统拱到最高点521拱到最高点520拱到最高点。让小英总统留名青史，从12000涨到22000。小英这八年来房价，小英本来八年前啊开个面包车啊要选举啊，他每天在面包车我都记得很清楚，他广告就打我要让年轻人有房住啊，我要让你和年轻人，这八年来年轻人不止没房住，台湾除了股票大涨之外，那房市涨得比股票还要高。阿扁啊，讲要打贪腐，结果高票当选，结果阿扁啊被你做了后，因为贪腐而入狱。马英九总统那个时候高票当选，他说要救经济，结果八年做下来，马英九出现了台湾史上经济最差最差，刚好又遇到金融风暴。马英九八年来把台湾的经济 GDP 连零都没有，负的 minus。我陈老师常常讲，老天也不喜欢无人无爱人就抓了，就像两个男男女女啊，那种爱的死去活来，说每天说我要爱你一生一世的，一般来讲那个都会离异，而且到最后大下场非常难看。有的人哦，结婚100年，我们爱100年，80年，他不知道什么婚啊，也不分哦。我跟你讲，每天吵。每天打，每天骂，每天就是嘴巴讲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哇，个人哎，他看他娇啊，我怎么会娶你这种人呢，啊？哎，结婚结了80年，不分开，老天爷就是这样子，你们爱是不是？我就对老天不爱人就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想一想。赖清德总统当选了，他强调的是什么？那这个就很蹊跷了啊，电豆饼啊！所以你看看现在小英干了8年，房价也涨，然后股市也涨，年轻人这苦更苦啊！年轻人说，我以前我买个房子要多少钱？八年前的小英，年轻人说我八年前买一张台积电多少钱？你现在的年轻人说，你现在小英总统啊！这没办法，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接下来很重要了，我讲话你要听得下去。下半年6月以后、7月以后开始神龙摆尾，所谓的神龙摆尾是什么意思？赖清德他有没有那个命格？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：女人60岁以后变男人，男人60岁以后变女人。所以女人过了60岁当 leader， 下面的都是大家都听啊。男人过了60岁以后当了总统以后，下面的人都没人要听啊！你不要讲我乱讲，这真的是这样。
哦，我不是咧歧视男性啊，真的，你没看他早上去跳广场舞的都女人，哪有男人？精力旺盛的，拢有六七十岁、七八十岁，找诶迄个欧巴桑。我讲话是真的啦，所以我想女人过了六十，那个啊，那可见那是不得了了，啊，又狠又勇又狂又凶啊。男人过了六十岁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什么锐气也没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男人二十岁的时候一支，女人二十岁的时候多温柔，男人二十岁的时候一支啊。你给我乖乖，不要讲话。对，男人二十岁的时候最凶了，所以这个就阴阳啊。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谈，好，赖清德五二一以后，为什么赖清德过了六十了吧？赖清德，我才不会嘞！好，我们来看。但是我个人认为神龙摆尾，所以神龙摆尾的意思，接下来了，到了六月以后 ，ETF 也买满了，也把小鹰拱到最高了。那这些以后要不要卖？要卖。所以龙头股在六月以后开始怎么样？会出现一波啊！我们让龙卖个拱啊！那但是怎么样？小鹰把所有的好处都拿光了，剩下来给赖清德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就像那个老蒋的，蒋介石回从大陆来的时候，把黄金带走了，把古董带走了，把故宫的文物带走了，留给毛泽东就是一块怎么样烧，就是一块灰土一样的。小鹰这八年把所有的欧嘎给都用完了，留给赖清德是什么？该买的都买了。哎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要拉蓝天呢、啊？我早就跟你讲了嘛，四月十八号，就不爱有阿弟好看，不爱有阿弟好看，拉蓝天溜落啦，蓝天绿地变蓝天啦、啊，有没有？不给绿的好看的，溜落啊！你不要跟我讲 notebook 很好不好？你不要跟我扯那个蛋好不好？那有什么好扯？五十几块的蓝天结束了没有？你看，还一万多张在等着呢，这没有主力，这不是国民党诶，对面要蓝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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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在心里、啊、你看看每天锁住的所罗门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跟你讲，每天锁住最强的门，每天锁住，今天又锁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小股本的股票开始神龙摆尾，打刚收起来门。每天锁住的门，每天锁住的门。好，你说他第一名台股啊，你如果敢说他第二名，没人敢说他第一名啦，所罗门啊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档股票，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你要放在心里面一百遍，这一支股票叫儿子比爸爸更厉害，所罗门乘以两倍，新的天王门门大涨5432，先放在心里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着好，今天第十支喽，还有一万多张等着要买。下半年什么股票会飙涨？下半年什么股票会飙涨？我有阿弟好看嘛，蓝军来啊啦，对不？小鹰下来了，蓝军就回来了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有些跟政治会有绝对的关系，不会没有关系。有一些龙头股你要开始丢的要丢了，记住我讲的 ETF 也买满了，所有的都买满了，你现在要再招，要再叫人家再买 ETF 再买基金，买都买了嘛，没买他也没买嘛，解定存的都解了嘛，没解定存的他也没解了嘛，不解了啊，所以这些都进去了嘛，龙头股都买满了嘛，台积电都买满了嘛，但是接下来呢？哦，我就讲到这里了。还有一个，大家最关心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看好，你等着看这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，我叫你一张都不能给我动哦，一张都不要动哦。一张都不要动，有没有听到？一张都不要动，像卖葱油饼一样，一张都不卖。
我讲话你们听啊？没有，我正好说这两天看他正当卖了，你卖，我赚翻了，我赚翻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今天为什么有些开始下半年有些要开始飙了吗？还有，我陈老师曾经之前跟大家谈过一个，我告诉你，医疗你就知道谁会是最强的 IC 设计，这股票3438叫做类比科啊。我告诉你哦，接下来安国的所有的资金会不会转到他身上？安国啊，这个是安国啊，这安国啊，安国啊，啊，我建议叫你130买吼。安国的主力的资金会不会转到他身上？安国啊，啊，安国的主力的资金啊，做安国这个主力大户的资金会不会转到他身上？安国啊，我之前跟你讲安国沙达跟我妹嘛，我之前就跟你讲啊，这次又跟你讲130要买嘛，对不对？安国的资金，未来安国的资金会不会转到这两个都 IC 设计哦？未来这一支股票会不会超过安国？它会不会超过？还有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会是经典啊！这一支股票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今天哦，我跟你讲个道理。今天所罗门，哎，10000多张呢，等在这边要买，买不到了，以后到最后，我跟你讲，全部拱到他身上，一只涨停，一只涨停。我陈老师常常讲，什么叫做母以子贵啊？儿子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台湾股票。鸿海集团也是一样，联电集团也是一样，怎么讲？到最后，子公司最会飙的是子公司，最会飙的是子公司，还不是母公司哦。它已经涨了10只哎，最后会不会钱全部冲到这里面来啊？你连买都买不到啊！最后钱全部冲到这里面啊，新的天王门大涨5432会不会全部冲到这里面？而下半年神龙摆尾的这个尾，神龙的龙尾，旺哉！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
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啊，这个会不会很快就到100了？会不会很快就冲到100？安国的钱会不会跑在他身上啊？安国啊，这一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所罗门买不到，以后全部都冲到他身上，会不会冲到他身上？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